大战略、大项目、港澳方面，由丁薛祥具体统筹，监管发改委、财政部、科技部、教育部、生态环境部、统计局、税务总局等，啪啪把算盘打好。一带一路、京津冀协同、长江经济带、粤港澳大湾区、科研攻坚、能源安全、绿色低碳发展等是工作重点。